亲接受我的话吗？房经理，经理，嫁给我吧。怎么能嫁给你呢？我们只是朋友。难道你喜欢的是古大夫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儿子，是时候给古家生个孩子了。我记得你对静怡的印象不错，我想让你跟静怡成亲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忍冬燕蔷薇，东森超市33频道全台首播。